过来。小狼、松大鸡，我们进树洞看看吧。据我推断，里面绝对好玩。真的？那就赶紧进去吧。但是里面那么黑，应该会有危险吧？松大鸡，你害怕了？我怕？去就去。小鸡们，这次看你们哪里逃！胖乎乎，快起来！一听到我就知道睡觉。鼠哥哥就知道用暴力。这是哪儿啊？嘿嘿，这里是你们的葬身之地。我跑！胖乎乎，我们追！哇，好壮观呀！弟弟，这是在哪儿啊？应该在骊山里的陵墓。是秦始皇陵？什么？皇陵？这里一定很好玩。哼，连一点好吃的都没有，要玩你们玩吧，我要去睡觉了。救命啊！救大吉！可恶！不好，是联动机关。上面！救命啊！瘦狗狗，声音就是从这里传出来的。是小鸡。他们中了墓室里的机关了，真是天助我也呀！嘿嘿，胖乎乎准备吃鸡啦！抓到了，抓到了！快把我们下来！我们下来！这次做什么鸡料理呢？笨蛋，这还要看呢？这么多的火，肯定是做烤鸡了。烤鸡！快放我们下来！放开我们！太好了！那你还不快去做事儿啊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树哥哥，好黑呀，我怕、刚刚那是什么东西闪过去了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树哥哥，这地方太恐怖了，我们还是快点离开吧。不行，我们现在是为了黄鼠狼最高的理想在战斗，不能后退。好吧。小鸡们不见了。那还愣着做什么？还不快去找啊！我找到了，在那边，快追！树哥哥，等等我！熊大鸡，你不是中了机关吗？那就是个密道。师傅，你来的真及时！小鸡们，给我站住！站住！
上，我们现在在往哪儿跑啊？不用担心，我们现在拥有秦朝最先进的武器了。最先进的武器是什么？秦国的弩。弩？不错，就是上了八条的弓箭。瘦高高，基丁他们在那儿。胖乎乎，给我上！冲啊！美味的鸡肉，我来了！啊！黄鼠狼来了！小龙，不要怕，看我的弩箭！瘦高高，箭！哇，瘦高高，你太厉害了！那还用说？小鸡们，你们快投降吧！鸡丁，这箭不起作用啊，怎么办呀？哼哼，好戏还在后头呢。回应！啊！好啊！救命啊！哎呦，我的屁股！哎呀呀呀呀！啊！痛死我了！我的屁股！真没挑战性。哇，太壮观了！空中领悟，居然能利用陨石达到失重的效果，古人的智慧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。小鸡，你们的末日到了！火鼠狼，春暖季不要怕，有小龙在呢。是啊，师傅。看我好好教训一下他们。嘿嘿，树高高，这小龙这架势好像要开打了。怕什么，咱们先跑过去吓吓他们，不和他们打就是了。哦，这样啊，那就先吓吓他们。你们的末日到了。嘿嘿嘿嘿，熊大鸡！啊！火鼠狼！救命！救命！别跑！救命啊！熊大鸡，别跑！小鸡弟，乖乖进到我肚子里来吧。胖乎乎，想吃我就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鸡弟，我错了，别打呀！好险呐！救命啊！真险呐！怎么子弹都不管用啊？我居然忘了，这是个失重的空间呐！这么说，现在的鸡丁根本就不足为惧了！嘿嘿嘿嘿！救命啊！鸡丁，站住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站住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鸡丁，站住！黄鼠狼，给我站住！只用那一招了，青春啊，燃烧吧！如来神掌！力道好像太大了点。哎，不过总比被黄鼠狼吃了好。师傅鸡丁，我来啦！师傅鸡丁，师傅鸡丁，你们没事吧？还好，只是该怎么处理他们呀？这个是一个机关。熊大鸡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呀、关，什么要关了？小鸡门。哎呀，笨蛋，快起来，门要关了！起
紧来抓鸡呀、啊！快点啊！不要走啊！我的鸡肉！快快站起望远镜，看着可别眨眼睛，热气就轰隆隆加马力，这是最冒险的party。手忙，你抓住一道霹雳，不管是在夏威夷或南极，我在哪里就有冒险 party。 深呼吸，躲开陷阱，一起踩着云朵钻火山滑冰，悄悄地靠近你，别想跑，我一定要抓到你。哪里？正待在鲸鱼